好，那腿大班的。啊，你两边去吹啊，今麦那边都刮起来，会使去。走了吗？哎呦，我啊，你去做保，你要去做保吗？你要买一个双头袋，那么挖的时候手直接，给它挖出来，凸出来，然后马上抓起来，有没有？宝贝，好，来，我们拿盒子装。花千骨，咖啡五岁，最爱的花一杯。今天来进行一个亲子活动，这个亲子活动呢，就是让我们的小朋友的家长、阿公、阿嬷一起陪伴他们来做他们以前小时候的游戏。那小时候他们的游戏是什么？灌短稿，就是灌蟋蟀的活动。那灌蟋蟀的活动呢，因为现在的小朋友们他们都不太清楚什么是灌蟋蟀，所以哟，我们这次就结合了我们的金佑宫的宫庙来跟我们一起合作，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一些志工也来协助我们。好，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哦，我们的小朋友的家长们，有另外有我们的秀水乡乡长，他也非常的支持我们，我们来进行我们小朋友小时候跟阿公小时候他们共同的游戏，让他们亲子之间的所有的连结会更亲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而且我们那个家长说，现在的时间点是最肥的。跑走了，他跑走了，要担心。不要管，不要管，有个跳伞，因为他淹水了，他已经跑出来。对。但是他水要消失了，不然挂了。因为它不一定只有这一个洞，它这边也都会好歪歪的。左侧是左侧。但是他水要消失啊！哎呀，扶一扶就走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好力点，好力点！来来，哎呦，哎呀，来来来，不要紧不要紧，我把它提起。哦，也是稻草。对对对，那靠靠法。你看，我们等一下会把它放生哦。哇，真的，这个叫朵高哦。对啊。它会不会咬人哦？不会啊。好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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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稻草。